10月15日，有八卦媒体曝光近日在某富商婚礼上偶遇演员孙兴的画面。据爆料称，当天孙兴戴着墨镜，把头发向后梳起，和短发女子一起就餐，时不时就凑近咬耳朵说悄悄话。回自己座位后，孙兴搂着短发女子肩，幸福洋溢在脸上，最后与短发女子来了个甜蜜亲吻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非凡娱乐时。